我合伙人今年45岁，然后在我跟他聊天的时候，他就会一直问我说，他希望他自己穿出那种这个年龄该有的得体感，但是他又不希望自己看起来特别的老气。然后我就推荐他可以多穿这种自带精致但是有减龄的那种条纹衫。你看，比如说我身上这种黑金的配色，永远是那种比较经典但是显贵的颜色。你比如说像包包，因为我想要凸显它的那种精致跟质感，所以其实我全身上下所有的搭配全部都是黑金色。你比如说上身是一个黑金的条纹，我的腰链也是黑金色，然后我的裙摆包括我的鞋子全部都是黑金色。那我同时也可以准备这种黑金色的包，去增加我细节的贵气感。就是在衣服的大身上，即便是黑色白色中间的这个分割线，它也是加了这种镂空一针一线的金线，也是为了突出它细节的质感。然后因为本身条纹也不是那种特别难搭的单品，所以我们给大家准备了非常多的造型放在最后，大家可以记得截图保存。